想以奇迹这个标本的展示，想通过奇迹以及奇迹所代表的白暨豚门从长江里消失这个故事，来警示我们，来提醒我们。同时，也通过这个故事来，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。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在长江再出现。实际上，我们也是在呼吁，社会公众吧，就是对长江、对长江水生生物的一个保护，就是把这种保护。 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去。